第十七题，大恩朝西方沿一直线，等速前进到饮料店前面停留一段时间，买完饮料后再以原路线原速率返回原处。如果以向东为正方向，请问下列哪张速度 V 时间 T 的关系图最符合大恩的运动过程？我们晓得我们的 VT 图呢，如果做的是等速度运动，它呢是应该是一条水平线。那么我们以向东方为正，所以一开始的朝西方运动是为负的，所以然后呢会停留一段时间，那表示速度为零，然后再以原路线原速率返回原处，就变成向东运动，那么它速度就是正的。所以我们图形上面应该是原来是一个在速度为负的水平线，然后中间有一段速度是零，然后再后来有一个是速度为正的水平线。如此看来，只有选项 C 呢符合我们的要求。所以第十七题问我们说，请问下列哪张速度 V 时间 T 的关系图最符合大恩的运动过程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。